大家好，欢迎到 SyS Mandarin 来。今天我们会继续学1000个 Chinese Frequency Words。今天我们会学第11个到第20个字。The 1000 Chinese Frequency Words I took from the website 文林。The website link I will put in the description below. You can check it out.The PDF of this video is available in our membership area. It includes pinyin and all the sample sentences. You also can find MP3 of this video in the membership area. You can download both PDF and MP3 to save your time and make most use of this video. 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好。那第十一个字是这，这，这，这是你的书包吗？这是你的书包吗？这儿，这儿，他就住在这儿，他就住在这儿。这里，这里，这里非常热闹。这里非常热闹。这么，这么，你的房间怎么这么乱？你的房间怎么这么乱？这样，这样，这个字应该这样写。这个字应该这样写。好，那第十二个字是大，大，他的宿舍不太大，他的宿舍不太大。大部分，大部分，这道题大部分的学生都做对了。这道题大部分的学生都做对了。大概，大概，今天他大概不会来了。今天他大概不会来了。大家，大家，大家好，大家好。大人，大人，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喜欢这个活动。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喜欢这个活动。好，那这个人我们也可以说是没有声调 neutral tone， 大人，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喜欢这个活动。大小，大小，这件衣服的大小合适吗？这件衣服的大小合适吗？大夫，大夫。好，在这里这个大我们会说带，大夫。好，我认识这位大夫，我认识这位大夫。好，大夫就是医生的意思，我认识这位大夫。好，那第十三个字是国，国，国际，国际，他的专业是国际政治经济，他的专业是国际政治经济。国家，国家，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国家。美国，美国，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好，这个字都，但是在这里我们说都。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中国，中国，中国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在世界的东方。好，那第十四个字是上，上，上班，上班，他早上8点上班，他
早上八点上班。上边，上边，你的手机在那个桌子上边。你的手机在那个桌子上边。好，我们也可以说第一声，上边，你的手机在那个桌子上边。上当，上当，他在网上买东西，总是上当。他在网上买东西，总是上当。上方，上方，他头顶的上方飞着两个小虫子。他头顶的上方飞着两个小虫子。上面，上面，桌子上面摆了一盆花。桌子上面摆了一盆花。好，我们也可以说桌子上边摆了一盆花。上网，上网，现在上网很方便。现在上网很方便。上学，上学，他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他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马上，马上，他知道我们需要帮助，马上就跑来了。他知道我们需要帮助，马上就跑来了。晚上，晚上，今天晚上，他会和朋友去饭馆吃饭。今天晚上，他会和朋友去饭馆吃饭。网上，网上，网上的信息非常多。网上的信息非常多。早上，早上，他平常早上六点起床。他平常早上六点起床。好，那第十五个字是个，个，个别，个别。个别问题，区别对待。个别问题，区别对待。个人，个人，我们要多培养一些个人爱好。我们要多培养一些个人爱好。个性，个性，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好，第十六个字，来，来，来不及，来不及。今天他太忙了，来不及吃午饭。今天他太忙了，来不及吃午饭。来得及，来得及。现在努力，还来得及。现在努力还来得及。本来，本来，这里本来是一个小公园。这里本来是一个小公园。回来，回来，你今天几点回来？你今天几点回来？就是你今天几点回家。好，你今天几点回来？将来，将来，他将来想当一名教师。他将来想当一名教师。好，教师就是老师的意思。他将来想当一名教师。看来，看来，看来太晚了。我们已经来不及了。看来太晚了，我们已经来不及了。起来，起来，他今天起来晚了。我们也可以是第二声起来，也可以是没有声起来，起来。好，他今天起来晚了。原来，原来，
他原来常吸烟，现在他已经戒烟了。他原来常吸烟，现在他已经戒烟了。好，那第十七个字是他。他没有弟弟。他没有弟弟。他们都是大学生。他们都是大学生。其他同学都不想去，就他想去。其他同学都不想去，就他想去。为。好，第十八个字是为。为了说好中文，他留学去了中国。为了说好中文，他留学去了中国。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成为。好，那现在在成为里，这个为是第二声 second tone。 成为，我们说为什么，为了，是第四声 fourth tone。 那在成为里，这个为是第二声。成为，他长大成为了一名医生。他长大成为了一名医生。行为，好，这个也是第二声。行为，他的行为让大家感到很气愤。他的行为让大家感到很气愤。因为，好，那在因为里呢，我们也可以说第四声，因为都可以。因为下了很大的雪，今天的课程取消了。因为下了很大的雪，今天的课程取消了。作为家长，我提一点建议。作为家长，我提一点建议。好，第十九个字是道。到处，他到处找工作，终于找到了。他到处找工作，终于找到了。到底，你今天到底会不会来？你今天到底会不会来？达到，他最终达到了他的目标。他最终达到了他的目标。看到，他看到了希望。他看到了希望。听到，大家能听到吗？大家能听到吗？做到。他说到了，也做到了。他说到了，也做到了。找到，他找到了他的手机。他找到了他的手机。好，那第二十个字是的。的，他高兴地说：“我回来了。”他高兴地说：“我回来了。”地，他的书掉在地上。他的书掉在地上。地点，这是他们明天要见面的地点。这是他们明天要见面的地点。地方，他去年去过这个地方。他去年去过这个地方。地理，
他是一位地理学家。他是一位地理学家。地球，地球，地球围绕太阳转。地球围绕太阳转。地区，地区，这个地区的交通很拥挤。这个地区的交通很拥挤。地图，地图，他买了一张世界地图。他买了一张世界地图。目的地，目的地，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土地，土地，这片土地很适合庄稼生长。这片土地很适合庄稼生长。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这个是11到第20个字，希望你喜欢。 The PDF and MP3 of this video are available in our membership area. They can help you to save time and make most use of this video. 好，那我们下次见，再见。